捐血协会是，他们可以检测 B 型肝炎的表面抗原，还有 C 型的抗体，甚至从去年开始，可以检测 B 型肝炎病毒的 DNA 跟 C 型肝炎病毒的 RNA。即使我胆固醇高，我还是可以吃蛋的哈。当然了，一个礼拜吃2到3个是还可以的。我想，院长也可以同意这样一个建议。传说中哈，他们会用来保肝啊，那我就很好奇，所以就去查了文献，就发现果然印度他们有做这样的研究哦。